宽敞衣物间好诱人，北岸第一排景观宅机能性十足。在挑选房子时，宽敞方正的客厅空间，器材齐全的厨房，还有收纳机能完善的卧室，都是不少人注重的室内机能。不过如果在标准配置外还多了 walk-in 衣物间呢？那更衣空间我想应该是每个女生都很喜欢的一个空间了，所以我自己看到也觉得非常喜欢。北屯区新岸加昂泰和就是一个在 5.3 平主卧还另外连接独立衣物间的建案，基地位在正对情人桥的祥顺路上，是水岸第一排景观宅，周边还有昌盛、新都生态、瀑子、祥和等十大公园环绕，绿地机能富足。交通部分的话，我们最接近的就是我们太原匝道74号，那我们开过去可能也只要两三分钟的时间。那商圈的话，我们往上就有一个军工商圈，下面一点点也有一个速效商圈，那基本上两边的话都只要车程三分钟左右，所以算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。全案规划91户纯住家以及4间店面，一层由3至4户共享双梯，公设比为少见的30%至32%，住家环境单纯又不失精致感，厨房很特别为独立式空间，配备大雅厨具与淋内三机，浴室配备德瑞克卫浴、哈士奇浴室暖风机以及新龙浴缸。在42平的3+1房10平屋中，可以发现还有不少机能收纳空间，可说是相当优质的机能好宅。